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家具都已经进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这几天会进行就是当初木工进来的时候没有一起做到这个部分，是因为后来跟屋主讨论，就是想要遮盖就是这个比较老旧风格的瓷砖，那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个线板的遮盖。 那我们会施作的范围不会动到原本的厨房啊。那来讲一下，之前我本来预估厨房要整个拆掉，然后做系统的厨具，可是碍于预算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检查过后，原本的柜子还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一部分的预算挪到其他的装饰预算里面。 那所以我们这边呢，这个线板会做这边这个区域，然后还有我们看到的这边橱柜的部分，这边就会做一个遮盖，没有全部换新橱柜嘛。那我这边会做的事情就是更换一些把手五金啊，然后做一些里面柜体的清洁。这一整个部分其实是跟原本的是有一点色差，只有这个 部分的橱柜做全部的换新，然后像是排烟机啊，然后还有瓦斯炉，我们这边也做了更新。橱柜这边的预算就只有全部花在这个更新这一个部分。我们接下来看其他的区域，可以看到就是电视墙已经也进来了。那原本其实这整个空间的鞋柜是放在外面的，那我这边里面也设计了一个很像玄关的一个玄关鞋柜。 那如果之后可能租客他们自己还有更多鞋柜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放一个简单的小鞋柜在门外面。接下来大部分房间的家具也都进来了，这些跟其他房间的风格比较不一样，然后是走一个比较暖棕色系的。那这边就是有配一些简单的家具。 家两间的家具都进来了，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装饰跟打扫。另外一间，因为它空间比较大的关系，所以我的家具也是给它多一点的收纳。那等到所有装饰都进来之后，再跟大家仔细的讲解这边的规划是怎么样。 机器本身没问题，最大的问题有小力，因为这里太热，这里如果不是这么热的地方，它就不够。也会凉啊，就是凉的比较慢。然后这一台没问题，没有7公分改完，它这边还会有手柄，不能改太低，因为太低了脚垫会闪不过。那我这边改到7公分。